是我们的分享，华航的亚洲航线机票有两张。好的，没有请。好，那我们就先请是总经理来为我们出书。对，我们是律师，我们可以翻一下吗？好，可以可以。是是是，好。好，那我们是不是先这里是华航的亚洲航线的这个机票两张，我们请我们的总经理林志辉总经理来为我们抽出。对，林辉志总经理来为我们抽出第一张。来，总经理是。好好好好，有点老花，那这个就由我们来代劳。KOC 119075 KOC 119075，来，我们确认一下，是三奖，我们总共有两张，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林辉志总经理来为我们抽出，对。是，对对对对对，而且，来，我们先请我们律师来确认一下。好，还好没有这个，这样距离看得到。KOC 200647 ，KOC 200647，好的，这个是我们在综合体育场高雄巨蛋的这个是高雄巨蛋的这个朋友，恭喜这两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得到我们由华航所提供的亚洲航线的来回机票两张，恭喜。是同样的，是来我们同样邀请到就是我们华航高雄分公司的总经理林辉志总经理，我们抽出的是四奖，同时也是华航所提供的华航台湾到香港的来回机票两张哦，来回机票两张，所以我们先抽出第一张。是，我们要来看一下。好，同样由我来代念。这是 KOC 013717。KOC 013717是同时也是高雄市运主场馆在 A 区的优惠票600元，恭喜在7月16号的这一个场次。是，好，再来四奖的第二位哦，也就是台湾香港的来回机票。好，谢谢。再来我们要看到这个是号码，等一下，号码是 KOC 139178 KOC 139178这位参与民众呢是7月22号中正纪念馆第二场次的一个这个比赛，恭喜恭喜。同时呢我们要谢谢我们华航分公司的总经高雄分公司的总经理林辉志总经理，我们特别提供了这个奖项，而且呢还为我们抽出了这个得奖的幸运的这个朋友，恭喜。好，那紧接下来我们要抽出的就是五奖，我们是不是邀请到我们观光局的局长林局长来为我们抽出日立冷气机一台。对，日立冷气机一台，是局长要帮我们好好的握一下啊。局长来，局长可以看得到。AC 364-00986 ，AC 364-00986，好，恭喜这位朋友。是，恭喜，这是来自于五奖日立变频分离式的冷气机台。好，那再来是不是同样还是请林局长来问我们？对，抽出来的就是六奖32寸的 LCD 电视一台。由男子国中家长会提供。520，好。
啊 ，E A B C D 的 E， 02075359，一零二零七五三五九，恭喜这位朋友，恭喜恭喜。好，也谢谢我们林局长，我们抽出了5奖跟6奖。那接下来我们是邀请到的就是金发局的副局长林应平副局长来为我们抽出我们今天的。哦，已经开会去了。是，那接下来是我们要邀请到，好，传刚来帮我们抽出下面的这个奖项哦。好，我们的7奖是来自于高雄经典酒店住宿招待券一张。来，这里麦克风是。所以两者是 A C 732359 A C 732359。好，再来还有一样也是7奖，一样是高雄经典酒店的住宿券一张。得奖者是 KOC 112119。好，这是七奖哦，高雄经典酒店的住。